安徽姑娘翻唱黄梅戏走红，想带黄梅戏出圈。合肥11月24日电，一曲为夫词官女驸马，一段比翼双飞天仙配，一唱行云流水梦丽君。近日，刚刚毕业的安庆师范大学黄梅戏表演专业2017级的梁颖，凭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黄梅戏翻唱短视频走红，获得了50余万粉丝的关注和近700万的点赞数，这些都是梁颖的标签。在没有网络上翻唱黄梅戏之前，梁颖在校园里就已经小有名气。在光鲜的荣耀背后，其实梁颖付出了很多努力。最初入校时，梁颖要在零基础、零经验、艺术专业不对口的情况下，每天进行长达8小时的训练。在这几年的学习中，我对黄梅戏逐渐从了解到热爱。现在的我就想成为一名专业的黄梅戏演员。据梁颖介绍，舞台上成熟的黄梅戏演员往往需要通过长时间大幅度的形体动作和细致的手势动作，去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个性特征。同时，梁颖表示，粉丝量的暴涨也让她更加坚定了推广黄梅戏的信念。她想让大家知道，黄梅戏里不单单有女驸马，也有天仙配牛郎织女等曲目。黄梅戏的魅力值得更多人深入去品味。为了更好的经营社交账号，梁颖给自己定下了详细而规律的计划。借助直播的机会，她会为人们解答一些有关黄梅戏的问题。黄梅戏历史悠久，而我还知之甚少。我所做的应该是给更多的人带去专业的知识，而不是误导他们。